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业的崔章，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海旋门两房单位，实用面积545尺，两房两厅。现在大家来看看这个单位先。海旋门是港铁九龙站第三期高尚住宅项目，位于香港西九龙柯士甸道西一号，邻近是西九文化区和广深港高速铁路总站，交通十分便利。海旋门有个摩天住下会所，设有星梦厅，可作举行宴会和招待朋友之用。而另一层设有面向维港海景的健身室，室内多用途场，阅读室、图书室、游戏室、乒乓球室。Hello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是不是很有兴趣呢？如果大家有兴趣请与我联络，我是香港置业的崔章。